記録的な大雪が降ったクリスマスの朝、中学生の遺体が発見された。クラスメートが亡くなりました。学校と警察は自殺と断定。そこに届く3通の告発状。本当は殺されたのです。帰れ。付き合ったら殺すからな。警察と学校を信じなさい。学校お得意の隠蔽ですか。どうせ警察の頃なんだろ。私たちで裁判をやろうと思うの。開廷します。君の冤罪を必ず晴らす。本当は誰かに殺され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ソロモンの偽証。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素有推理小说女王之称的宫部美幸，她的杰作《所罗门的伪证》正式搬上大荧幕。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推理评论家东阳，我们分享。东阳好。凯英好。大家好。宫部美幸连续11年的获选日本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也有平成国民作家的美誉。所以东阳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宫部的文风好不好，还有其他日系的推理作家他们之间的对比好不好？好，宫美幸他素有平成国民作家，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拆成两部分来看，一个是平成，一个是国民。哈、平成其实就是现在日本天皇使用的年号，所以这个年号的背后，它其实相对应的是对应到一个时代。对，这个时代其实在日本过去，我们都会看到不同时期会有不同时期的国民作家，像过去可能会提到是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然后松本清张这些作家，所以在宫美幸承接了这些作家的国民作家的名号，到现在平成由他来担任的时候，我觉得 这中间透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高人气，对，在读者那一端，他写的小说读者喜爱，以及他所造成的影响，这影响通常我们也看到说他对于读者甚至后继的写作者的影响，所以使得他承接了平成国民作家的对这样的一个美誉。对，那这个美誉的背后呢，其实他还曾经被称为说是松本清张的女儿啊、是。为了这个称号的原因，也在于说他们两个其实有相当强烈的对于一般大众、对于社会底层以及对于普罗大众的关怀。这关怀融入在他们小说里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们写的是在宫部也好，或者在松本清张小说也好，他不只写我们今天会谈到所罗门的伪证这样的推理小说作品，他其实也会去写到其他类型，包括宫部美幸他自己曾经写过的类型可以区分成几大类，一个就是推理，那一个是奇幻，那另外一个是他们的比如说那个时代小说，那这个时代小说、奇幻小说跟推理小说组成了宫部的整个面貌，使得他跟其他的日系的推理作家不一样。这推理作家我们过去在谈到的时候，他比较是跟着推理小说的脉络而来。所谓推理的脉络是先有个事件的谜团发生，它可能是一桩死亡事件或者是一桩犯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个角色，通常是侦探的角色或者说被害者的角色出来贯穿整个故事，到最后揭露出真相。对，所以推理小说的作家们他在书写这一块的时候，难免就会以侦探角色也好，或是刚刚对以这些角色为主。那这故事为主的背后，在宫部美幸的写法当中，他就不这样写了。他让所有几乎可以参与到这故事里头看到不同面向的角色来去诠释这个故事。所以当我们看到宫部美幸所写的故事，就跟其他日本作家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特别会写人。就前述讲到的推理小说，他比较强调是事件本身，或是最后要追求真相，或是真凶以外，宫部美幸他更强调的是在这里头，在他作品里头出现的人物，尤其在今天我要谈的《所罗门的伪证》当中，对，常会看到这里头会看到非常多角色的变化。这角色变化并不直接直指着真相，甚至说他可能跟真相是刚好背道而驰的。对，他可能要寻找的是我在这个故事里头，当我发生的机会的时候，我要说什么。那宫部美幸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故事当中要讲什么样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有发生的机会哦。是。那他的杰作，他的名作其实是《模仿犯》嘛。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所罗门的伪证》，是一部很厚的一本书，是他耗时15年来构思，然后又连载了9年的作品。所以到底谁是所罗门呢？然后为什么他又要做伪证呢？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宫部美幸的作品，他每每在书名上面都很下功夫。他耗时那么长时间，然后甚至还花了1年重新整理文稿之后再出版。但从所罗门的伪证这个书名当中，我觉得如果是看推理小说，一定会先对伪证这两字产生好奇。对，会有伪证就在于这中间有人作证，而且他说的是一个谎话。
对，在说谎话之后要如何去识别他真相以及他说谎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整部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重要的核心，对对对，也甚至是作者暗示读者说我在这个故事里头这是我的重点之一。另外重点就在于所罗门，对，所罗门的话我想他比较熟悉的或者说他直接援引的是国外过去我们看到那种古典故事当中会讲到的所罗门王，对，但所罗门王他曾经有过是那种很智慧的智慧的象征，然后他也是一个帝王，以及他的晚年的生活在故事的背后一直在扣着这个隐喻，但这隐喻就像无论是这本书的文案也好，或像刚刚主持人的提问就讲到谁是所罗门，这也是变成勾引读者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去叩问这是谁是所罗门，那他做了什么伪证，造成了什么影响，那这也就会是大家在看小说也好或者看电影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观赏重点。这六大部头啊其实是拆解的成了三个部分，东阳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分细分细细说明这三个部分是怎么样推进的呢？整个故事它其实从第一部事件开始，事件是发生在1990年的圣诞夜，好，它时间是往前推到1990年。我想公布会做这样设定的原因是在于，刚好那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开始出现泡沫化的那时候，对，所以整个故事里头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父母那一辈的，跟这个泡沫经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在那个圣诞夜的晚上，在东京一间叫城东三中的顶楼，有一个男孩子从顶楼摔了下来，隔天早上被同学们到学校的。进到校园之后发现了死亡的遗体，当这个死亡遗体出现的时候，警方开始调查，校园开始调查，校方在调查的过程里头发现到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自杀，但他过去曾经有一些校园里头受到了霸凌，对，而这霸凌往往也就是在师生跟家长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常会论及到一个包括学校的管理也好或者包括孩子的成长也好一个重要的课题，所以这个孩子的死亡，伯母的死亡，他有可能是遭人霸凌的结果，或是他只是因为自己想不开自杀的原因，后这个事件的开端，他不因为当警方认为自杀结案而结束，他们在学校收到了，包括老师也好，包括他们班的班长，那班长父亲是警察，收到一封告发信，这个告发信是显然是有人目击到了有三个在校园里头恶霸，逼迫这个伯母跳楼自杀，对，所以事件开始从这边展开，这展开呢造成了一些不信任，包括这个不信任是来自于家长认为学校掩盖事实，既然有人告发了为什么没去调查呢，对，但学校会希望说不希望孩子再受到二次伤害，所以他宁可也愿意相信警方的调查，认为他应该就是学生的自杀死亡结案，所以这中间的事件到后面的决心，进入到第二步决心是谁的决心呢？是主角藤野良子的决心，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把真相给厘清，而且不厘清的真相还导致了其他同学的死亡，对，老师的离职等等，整个学校算是一片乌烟瘴气，他后面的决心就会使得他想到说，这中间如果他能来开一个审判庭，好，审判庭来找到有人担任法官，有人担任检察官，有人担任律师，而这被告理所当然就是当初去号称被同学们指证霸凌的这个同学，如果我们可以证实他不是霸凌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间接证实这死亡的学生他是出自于自愿的，他是自杀死亡的，但这中间就跑出了另外一个神秘的角色，一个别的学校的学生跑来当了辩护律师，对对，那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下了决心之后到了事件的真相，到了法庭那一关，在法庭上面的辩论会出现什么样出人意表的真相，这是在这部小说最精彩也不能在节目上面破梗给观众朋友的部分。是说谎是成长的开始，那在电影里头也把这句话给特别标注出来，我觉得就刚好是因为你们是学生，你们是孩子，所以必须听大人的话，而很多事情当你们长大之后就懂了，就了解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找出真相的这群孩子们，他想要去试图在他们的14岁、15岁的青春里头，他不希望这中间青春是有所遗憾的。这次还找来了日本金奖的导演陈导出，他过去的作品《第八日的蝉》其实也是大家都熟知的作品，非常好的作品，所以东阳觉得这次的电影化的成果怎么样呢？好，每次要谈
宫本信的小说改编成影剧哈，电影也好或日剧也好，都让我很烦恼。很烦恼。对，为什么？烦恼的原因是因为宫本信的小说，它其实刚刚前头提到哈，它会着力在很多角色上面。毕竟用影像跟文字叙事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影像叙事里它是一个是动态的，对；二来是它可以用光影或是用音乐接，对，然后再等于让观众在电影院里头去感受到的时候，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要给观众一个很强烈的印象的时候，它整个印象是集中在，它就不像是小说，我们常会放在事件上面，它放在的是人物的情感，所以人物的情感也看得出导演的指导功力，他会诱导出演员如何去表现这个人物在他剧情头该呈现出来的波澜起伏的感受啊，情绪，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继《第八日禅》之后又一次的结束的表现。但是前后篇真的是总共是四个多小时，非常掷地有声。东阳觉得最后就是小说跟文本互相的那个迷人之处到底在哪边呢？个别的迷人之处在哪里？在这四个半小时里头，叙事其实它承接的文本则是有三部作品，第一部是事件，第二部决心，到第三部法庭。那其实他在整个作品里头，电影作品当中，把文字的部分，把小说的部分拆成了两部。而这拆成两部，其实从电影一开始，他就采取了跟小说不一样的方式，到倒叙。倒叙法。对，倒叙回1990年那时候发生的事件。这事件开始之后，如何去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如何参与到其中，如何被卷入到其中，他们甚至为这件事情。身心受到了煎熬，因为知道其实日本跟台湾一样是要接受升学的考验。考验。对，那这个升学考验到他们国二升国三这段时间，到国三的时候，他们回顾一段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或者说在他们心里头引起一段疙瘩的这一块，在小说里面的表现，他可以用相对较长的篇幅，以及落在不同人物的观点上面，不同人物的视点上面来去讲述他们心里的感受。他电影的话，等于是被时间推着走的时候，所以他同时要叙述非常多角色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感受，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他们是互相有牵连的。我们过去看推理小说也常常看到，就是包括被害者、加害者以及旁观者啊，这些角色组合在电影当中，它起的作用，化学作用，会使得我们看到这里头，我们观众或者读者就不再只是旁观者而已，不是看一个案件发生之后侦探怎么去破案，不是，对，而是我们也跟着好奇说，哎，这个人讲的是真的吗？那如果是我在这个学校，我如果是学校的学生，或是我是学校的老师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对，而且这个棘手问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在看小说也好，在看电影也好，往往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是在保护他，但是我的手法是对的吗？或者说我为了揭露真相的时候，他后面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对某个人的莫大伤害，但这是我所乐见的吗？而且这中间电影里头也常常跑出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你看到的是不是你想要的真相，跟着导演的镜头挪移的当中，就会发现到说里头很多角色他们想表达的事情，但你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心理描述是什么时候，你只能借由影像或是借由其他人的供述去拼凑出整个事件的真相的时候，在这整个故事里头，无论是在小说的文本上面或在电影的文本上面，就产生了不同的表现手法诠释的方式，对，所以就是都各有它可看的地方。没错。东阳刚刚已经讲了，是其实主角是一群中二要升中三的中学生了，是，那尤其在选角的部分真的是花了半年的时间，万人海选，最后选定了这位藤野良子。所以东阳觉得这位15岁的新晋的女演员，她的表现怎么样呢？我第一眼在荧幕上面看到她的时候，让我想到以前的一位也是很年轻出道的一个女演员，叫苍井优。苍井优，对，她有一个类似的类似的气质。对对对，而且那个气质呢，在表现上面，但我记得苍井优早期出道的作品比较是甜蜜的那种，爱情故事、浪漫故事，然后她台词也没那么多。反倒是我在看藤野良子，那藤野良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好就是故事中的角色就叫藤野良子哈，这个演员她在表现的时候，其实她要承受的是一个原本承载的文本，甚至观众对于我已经读过小说了。我对于你的好奇是，我知道故事你会遭遇到哪些事情，然后有的变化你要怎么去把它诠释开来。这诠释的过程里头，我就觉得他虽然是一个过去可能没有什么表演经验海选出来的演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所以大家就期待他发挥的
如何去发挥这个故事里头非常核心的要角。这核心要角是甚至是电影还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编的比小说还来得更重要。很多关键的场合，很多关键的事情都集中在这个角色上面。对，所以在看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年轻的演员他就当起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推动的角色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些情绪的起伏，用他或许有一些青涩，但这个青涩恰好是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国中女生，一个国二的女生要遭遇一个连她的父母警察老师处理的都坑坑巴巴的事件的时候，刚好这两个情绪是合在一起 的，对，所以我觉得他演出还蛮恰如其分。是，就尤其是因为他因为这部片子，所以受到各大经纪公司的邀约，所以他决定以剧中的名来成为他的艺名，就叫做藤野良子。是，但是电影里面他一直在讲说谎是成为大人的开始嘛，所以为什么公布还要透过所罗门的伪证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好，所罗门伪证这个故事，我们如果把它当推理小说来看，或者说一般我们认定是推理故事的话，其实就要看谁说谎。是，但往往我们在看故事谁说谎的时候，或者在推理小说去识别谁说谎的过程里头，往往我们会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相信一个人到底他说的谎，比如说他是善意的谎言，或说他带着某一种恶意，他带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做这段陈述？对，而且这段陈述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谎言啊？是，对，而且有时候我们常会说那种高明的谎言，就是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我会称之为他算是人长大的过程里头，你慢慢学会的一种人际的交，对，社会化的关系。你可能为了不伤害人，你可能为了保护人，你可能为了就是我就是针对你，我就针对某一个角色。某一个我看不顺眼的人而做出什么样行为的时候，这行为还包括会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所以这里头刚刚您提到说这句话，说谎是成长的开始，那在电影里头也把这句话给特别标注出来。我觉得就刚好是大人们，或者说这些大人有些是老师，有些是警察，在这故事当中我觉得可以用一种高下立见的，因为你们是学生，你们是孩子，所以必须听大人的话。而很多事情，当你们长大之后就懂了，就了解了。对，看起来是一个推脱之词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大家似乎长大以后都会挂在嘴边的话，偏偏对到这一群带点叛逆，带点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找出真相的这群孩子们。他想要去试图在他们的14岁、15岁的青春里头，他不希望。这中间青春是有所遗憾的，但不希望这青春是未来我们所回顾过去只是同学的死亡，或是那时候我们曾经遭遇过什么样不堪的事情，所以那个是一个污名的结果。当这些学生他们抱持的心态是，如果我学校的名声很差，我可能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报考好的高中等等，对，所以他们也可以其实已经开始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了。对，而在社会化过程里头，他们反倒回来想说，如果我现在拥有大人的权利。当校规里头没有规定我们不能开审判庭的时候，对，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而且我们做就做到最好，我们做到跟大人一样，甚至是大人你现在不告诉我的真相，我这时候可以把它揭露开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中间包括是对真相的渴求，也包括对他们自己心里头受伤部分的平复。其实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众娱乐，然后去看一部推理片，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跟现在的社会在做连接，你应该去关心它，而不是当成我是一个旁观者，它与我无关。电影化了之后，它是分成前篇跟后篇嘛。前篇就是在告诉大家事件的展开哦。是。那后篇就是重点是放在法庭戏上面，对不对？没错。东阳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法庭戏的部分呈现的如何呢？法庭戏的部分这一点。在1990年的日本跟现在的日本有点不一样，但它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在故事里头他会提到，刚刚有讲到说有检察官、有律师、有法官，这是日本现在过去的陪审制过去的审查制度，到现在他们开始引进了西方的陪审制度的时候，对，然后在这个故事里头，他就很自然的援引进来了。援引进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当由一个这群人都是国二的学生来担任的时候，要让一个国二生当法官来去担任事情的裁决者，是未免太辛苦了，也太残忍了。对，所以他们在学校里头就召集了一群学生，但是召集的过程里头也历经了一些波澜，包括老师是。不
不放心的，然后这中间是还有一些抗争的，这是一个算是蛮戏剧化的展现。到后来也在小说的第三部及电影的后篇里头讲到，就是这个法庭戏，西方的法庭戏它会是那种 律师咄咄逼人，然后检察官咄咄对那双方的攻防，而在攻防精彩的地方往往也在于说，其实有一些来自于法律上面的，就是在条文也好，在规则也好里头，它有趣的甚至它灰色地带的产生出来的戏剧效果。但在毕竟也是国中生，然后他也要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他是在一个暑假，老师只给他们三个礼拜的时间去做准备，做准备，而且还限定开庭的时间是5天哈，这可能放逐于全世界，大概只有那种非常跟国安或是跟那个社会动荡有关的案件才有办法那么快审理，所以它里头是相对简化的。而在简化的背后，它其实要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我们看到它不是一般的审判，因为这个审判它不具有法律效果，也就是说即使判了被告有罪或无罪，有罪你不能把他抓去关，无罪的话只是大家自由心证的结果，你并没有后面因为无罪了所以他能够逃脱出法律的制裁，因为原本法律就没有制裁里头的被告，因为认定死者是自杀死亡的嘛，所以他后面才会层层的播出说，为什么藤野洋子希望要有法庭，他为什么决心要召开这个，一开始老师们是觉得很荒谬的，学生来当法官这一点都不具有公信力嘛，他们慢慢也才知道说，学生想要知道的后面的真相必须借由审判的过程里头去呈现出来，而这中间就是在这整部小说非常重要的解谜的核心，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场审判，以及审判的背后，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书名《所罗门的伪证》，是谁在这场审判上当中做了伪证，而谁又将真相给揭露出来？那最后也会回到，当这个审判最后的结束，对于所有人、所有的参与者，这间学校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会在这场审判当中去看到什么样的人性。以及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往后的人生当中，怎么去面对他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因为同学朋友的死亡而带来的剧烈变化。是，所以就东阳，你已经看过小说了，再看了电影的版本，你最推荐电影版本的原因是什么？当初在看小说的时候，大概前前后后花了我好几个礼拜。所以如果能够进了电影院，然后经由但编剧导演也好，然后电影公司在电影里头整个浓缩在4.5小时的场景浓缩结果，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我看到的，我觉得不会只当作推理故事来看。近年来哈，日本的影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他们也是很关切日本的孩子。对日本的孩子，甚至在政坛上面，他会觉得说，到底现在年轻人参与政治，或是参与大众，这是中间的关系。影片背后他所要呈现出来的，不只是推理片而已，他告诉现在的观众。包括年纪较长的或是年轻人，他们看到的事件，因为这会让我想到，其实之前有过几部像《告白》，然后像《渴望》，当你以中学生为主角来去陈述事件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孩子看世界的角度不大一样。对，孩子你总不能把他当成是孩子看，他们其实很多很成熟的或是大人式的想法。但这中间你会因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所以他扣到的一个主题是霸凌。这霸凌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那在这几年里头，学生们怎么去看待他？学校怎么去对待他？甚至中间刚刚前面一直没提到，连媒体都进来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在20几年前的故事，却成为在电影也好，在小说里头，他都暗示的一件事情，他最后还是要拉到现代2014、2015年，这是一个20几年前的故事发生了以后。其实对这间学校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对，然后也希望，我想这也是导演跟这部片公布美信作家想要透露给读者的一件事情，就是往往我们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当我们脱离那个年龄，脱离那个时代，或是当可能是我们当父母亲的时候，才要再去面对的、再去忧虑的小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一部电影里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众娱乐。然后去看一部推理片，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跟现在的社会在做连接，你应该去关心它，而不是当成我是一个旁观者，它与我无关。是，对，所以在电影里头，我觉得这一段的表现是导演特别提供出来，然后让我在观赏的过程里头很享受的一段。值得家长跟学生自己好好的去看一下。是是。今天非常感谢东阳帮我们介绍《所罗门的伪证》，谢谢东阳。谢谢。